所谓一人踩碎一方，在世间清风减下当中，大家最熟悉的一段话，讲的就是所挂心的吉山人，比河坝的那外头。在帕吉伊的土著名当中有讲到，富雄之体是上宝，从此得做良人神。良人讲的就是一般的萝卜香，也就是生活在热带土地上的人。在以农的国家台湾，很多人都靠水来过生活，种各种的作物。生活在台湾的每一块土地上，为了生活无保留，失望大病。挨了礼拜，将听听客家人的脚步，看看那几条喺用一啲暗丰富的迷你波多桑来过生活嘅。迷农喺客家乐队当中嘅腰队，以陈厚有料嘅客家文化内涵，老带文出名。除了他家己的名山紫砂以外，其实水莲也是地方科技离散的三不之一。种水莲同采树亲辛苦，属于劳力密集的产业。水莲采树时节，天作一座怪叶状，经历超过一米半的梧桐地背，也会轻轻来采树，行过叶一旁，可能就会归你了。农民采收的水莲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因为品质不好而结核，无法度完整利用作物的资源。据说工业园计划将由科技萃取到双温造水技术，将水莲没用的刺激品来研发，转化作精华纯露同水莲粉两种原料。利用水莲刺激品所做的产品，除了做得用的美妆保养以外，创意传染也是水莲提升最做得发挥的一番。第一个做的水莲的产品是水莲饼干，而且他们开始很兴奋跟我们说，美农有自己的伴手礼。一般美农的客家群起计划，除了运用水莲刺激品制作水莲纯露同水莲粉以外，行个希望做到推动地方的绿叶产业发展，做到生产加工，还配合民商业者，帮民农做到有完整的菜地产业链。他做苗栗烟头粉流动沙溪的居民街道，就为了金门一个柴油节的发通，做做烘创批料，因为柴油节的地方的一台生丝。流动沙溪水源装逼的人数较多，不过沙溪的主要生源渠道相信农村的家畜，不断吃得头日研发老思考。东方名人茶的保鲜期延长，是在地茶农渠道最希望的事情。一泡好茶，只有甘中、熟成、慢的熬过、老菜熟、日光笼罩，了了复杂的尝试，最后才做得完成。保存就是做的延续一壶好茶最重要的环节。除了运用石斛梅所制作的保鲜剂，龚艳艳还研发了茶脱干来妥善保存。实际上，茶店里的好坏，除了泡茶的技术，茶壶的也是很重要的关键。这回有这个机会呢，来做这个东方美人茶的专用壶的制作，因为这将是一个新的一个创举，相信对于我们这个产业也好，对我们那个消费者也好，是一大的福音。我想，科学家最重要的目的其实还是在协助我们整个生活产业能够让大家能够过得更好，我想这个是我们来协助茶叶保鲜这一个产业，好，引纳到这一个我们的泡风茶里面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花莲县富里乡是传统的客家乡镇，居民大部分对土盐、新竹、苗栗两个以耕种为主。日本时代，这片就会有这个米场，泉水丰富，土地皮，物产丰富，故所爱名做富里。花莲富里所种的有机米，虽然清有名的，不过菜地的农家们想讲，这个生产安好的有机米，除了做面食以外，还没做得有其他的舞台呢。吃米饭越来越少，然后特别又针对我们像这个有机的产业，就是外食族很多，可是外食族餐厅基本上应该不会选用到有机米这个食材，那所以相对而言对这个产业来发展而言就会很辛苦，那所以它一定要转化一个加工的概念，它可能变成像这一回共院提的养生米或者是配方米，就是它让消费者的选择性变多而且更方便，然后也符合现在小家庭跟年轻化的人口，那我觉得这才有办法让这个好的食材跟大家分享。爱推广菜地的有机产业，除了米以外，运用当地的奈佛山卤水，由有机种的黄豆为所制作的奈佛山豆腐，也是清油特色的产物。富里除了文妈妈经营的豆腐传统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农家所经营的民宿，为配合地方特色，推出了奈佛山豆腐的体验工作坊，和增加地方六级产业的呈现。我们不希望说它我们的规模做到很大，我们只希望是懂的人，然后了解我们就是在干嘛，或是我们做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个，背后的意义才大于就是一块产品的意义这样子。客家人的吃乐虽然分布在全台湾各地，不过其中南疆的精神为了理想来坚持，无论是在苗栗流动、高雄闽南，甚至是花莲富里，每三年都三马大饼，涵盖上下客家的文化老土地。在我了解客家产业群起创新计划，不能看到有很多人为了对家乡单纯的情感，用心在维护自家的故乡，每希望一块土地做得有很好的未来。